天后容祖儿星期六出席品牌活动，佢就话近几年嘅生活好似同时装连成一线，不可或缺。咁最贵用过几多钱买衫呢？我谂我最疯狂嘅时候用咗300,000去买一条裙咯。咁最贵噶啦，有一次想好想拥有嗰啲唔系婚纱嚟嘅，做演唱会嘅。佢又话试过想订一条100,000嘅裙噶，不过最后太贵冇买。人越大咧，即系越嚟越孤寒。其实我越买得越少衫咯，而家系啊，咁变咗有阵时候我都会谂啊，大家会唔会觉得我净系喺个舞台上面好似比较齐整嘅，但系私底下都污嘢嘅，其实会唔会发觉到呢一点咧？祖儿又话：虽然你有计划结婚啦，但决定唔会自己设计婚纱。但会唔会自己设计啊？谂住婚纱？唔好搞呢啲啊！个市面上有咁多靓嘅嘢，做咩要自己设计啊？买咗未啊？当然冇啦，都冇呢个特计划。男友刘克朗早前受访嘅时候就话：结婚系为咗生仔。其实我甚至乎觉得结你生仔唔一定要结婚添，即系我真系咁谂。咁即系可以唔使结婚？嗯。其實我是可以，不過你個樣咁啱啱瞓醒嘅，轉話題。